说到坎坷的事物啊，先说这个，先要说到这个目前这个，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保健品啊，甚至这个市场上流通的，甚至是在我们周围都能发现的，包括很多广告的保健品，从这方面说，这个保健品有用没有用呢，很难定论。但是，我是这样说的，这个东西不可不了解，但是不可去全信哈，因为这个东西很多没有定论的东西，大家都在琢磨，我谈一下就我自己的感受，这个哪些食物对这个抗癌有用呢？我认为是这个能够这个减少自己身体里边炎症因子这一部分食物，能够很这个一个是这个产生的少，一个能清除了很多炎症因子，也就是自由基嘛，也就是这些氧化还原反应的一些带来的一些废物或者一些副作用的这些东西。这些食物有哪些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含欧米伽这个三高的这些食物，你比如说鱼类制品呀、这个鱼肉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这个杂粮的一些谷物的东西，但是那个精粉倒不行，或者特别是添加了这些漂白粉呀、或者化石粉呀这些精粮，这个东西是少吃的哈。这个谷物还有一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这些坚果一类的哈，它都是含了很多这个对身体非常有用的东西，富含硒元素。硒是什么元素？它就是非常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并且它还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一些重金属，有非常这个好的这个作用。总结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吃一些精肉，这个还这个包括一些牛肉品，但是这些精肉或者牛肉品呢？应该是这些养殖的这些动物呀，或者是种植谷物也好，就是说少添加的人工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吃饲料那些肉制品，这都是非常强的一个，这个能够增多这个炎症因子的这些食物啊，